Hello， 又是我 Stay With You 的 Daddy。 今天这条片就是大家每年最期待，也是我自己最喜欢拍的一条，就是年度最爱化妆品系列啦。今天所用到的所有化妆品已经上了面了。由于这条片都比较长的关系，每一个系列我都有几件产品大家分享介绍，夏天啱用或者冬天啱用，所以我都不在这个 intro 讲那么多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这个妆容，也希望今天介绍的产品你们都会喜欢。事不宜迟，即刻看看我2023用过的一些化妆品，哪些是我最喜欢想推介给大家的啦。我刚刚已经冲完凉了，现在块面就是完全乜都未擦，就只是擦了护肤品而已。我们先讲 primer， 今年 primer 分别就有这三支。这一支其实不是一支 primer 来的，它是一个防晒，也是我早排在韩国买。我买完之后其实这支已经是我第二支了。你看它上手其实都是白色正常的防晒，但是为什么我今年用得这么多而不是用一个 proper 的 primer 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做一个 base 来讲都做得不错的。我自己就算不化妆又或者真的会擦 foundation 的时候用它，它都会令到我的底妆或者我上的 concealer 都比较贴服的。你看我擦了上面之后，它即刻好像做到一个提亮，它保湿度都非常之高，所以令到之后上的底妆都会比较更加贴服的。我顺便都会讲埋呢两支啦。呢一支紫色 Maquillage 嘅咧，其实就是我啱啱喺日本嘅时候买啦，系我嘅阿头介绍我用嘅。因为佢话咧，有时佢自己平时翻工唔化妆嘅话咧，佢就会直接用呢一支做打底，上翻啲碎粉就够。因为佢紫色嘅关系咧，佢做到调色嘅功效啦，令到你成个人搽完之后睇落会更加有光泽啦，皮肤好健康，同埋明显地冇咁暗沉嘅。你知道 SPF 50 PA 加，如果佢保湿度唔算特别好，咁所以我都会喺夏天用得比较多啦，或者冇咁干的情况下用的。如果冬天的话，我就真的最喜欢这一支 Clay de Peau 的 Correcting Cream Fill。 它这个 SPF 就只有 25PA 加，相比起我所有其他的 primer 或者防晒，它的防晒度是低很多的。不过它做这个调色收毛孔，还有令到整个皮肤看落的质感是很滑，很好皮肤的效果。所以我自己也喜欢用它，但我就真的只是冬天的时候才会用它，你不会见我夏天的时候拿到出来的。所以这两支就是我夏天和冬天如果斋讲 primer 来讲用得最多的妆前打底。粉底液呢，我今年有两支非常之喜欢的，就分别有噔噔Shirley Moira 同埋 Laura Mercier 嘅。 Shirley Moira 呢一个咧系我最近冬天每次需要化一个 full makeup 嘅时候都会用到啦。暂时用嘅所有冬天粉底液嚟讲咧系 last 得最耐，个妆感最靓，而亦都系最保湿嘅。因为佢有呢个 skin care 嘅成分啦，讲紧有90%啦，我用佢系唔会觉得皮肤有任何嘅负担啦。同时间咧，佢令到全日嘅妆效都系非常之自然有光泽，一个我自己中意 dewy skin 嘅效果嚟嘅。咁相对啦 ，Laura Mercier 呢一支咧系我夏天会用得比较多啦，因为咧佢系偏 matte finish 啦，保湿度滋润度佢系啱啱好，啱干性肌肤，油性肌肤咧可能就会做到一个奶油肌嘅效果啦。咁但系我最中意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coverage 真的很高，做到一个 flawless 但是同时间不会感觉上面厚生的效果。全日用它都不会令到皮肤变差，是一支很啱夏天当你需要个底妆是很全面很 flawless 的效果就会用到它。所以这两个是我今年最爱的粉底液。我今天就会用这个 Shirley Moira 的，今时今日都还是拿捏不到用的分量多少。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会直接blend 開佢，我就唔 zoom 埋嚟俾大家睇啦，因為之前都拍過呢個實測片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詳細用後感關於呢支粉底嘅咧，可以睇翻嗰條片。順便講埋啦，今年咧我最中意用嘅粉底數就係呢一支，都係 Laura Mercier 嘅。其實基本上咧，我用任何嘅 foundation 咧，我都係用呢一支數噶啦，因為佢上面好貼服啦，好容易 blend 開啦，佢個毛咧夠密集，同時都好軟，就算喺眼底啲位置，其實可以印壓落去，因為佢平平地嘅個數，咁我印壓落去咧，佢就會令到我個粉底更加貼服，冇咁容易浮嘅。咁啲角位都係啦，擦翻鼻翼呢啲位置咧，都係好準確。咁所以呢個數係好中意，好多人都問過咧，其實呢個數可唔可以單買嘅？以我所知好似係可以嘅。咁所以如果你哋見有貨嘅話咧，都可以去買。咁另外我都講埋，今年用得最多嘅 cushion 係邊個啦？咁就呢一個日本呢一個牌子咧。點解我咁中意佢呢？其實因為我今年的而且確唔係話試咗好多 cushion 啦，亦都好少用 cushion 嘅。可能因為我今年咧，一係就會化全妝就用 foundation 啦，又或者我就 hea 到咧，真係搽個 primer 加啲 concealer 就算噶啦。咁所以 cushion 嚟講咧，今日試得真係唔算多嘅。而最有感覺嘅一個咧，就真係呢一個啦。我中意佢嘅賣點咧，係因為佢唔使落妝都可以
好令到你安心地瞓覺，因為佢嘅成分咧係好天然啦，同埋有護膚嘅功效啦，所以就算你唔落妝瞓覺或者齋用水洗嘅話咧，其實都已經 OK。雖然我自己咧冇真係搽住佢瞓覺，又或者我都好少真係唔落妝啦，但係啦，我每次用得佢嘅時候咧，我都覺得皮膚好安心啦。特別係我皮膚如果狀態比較差，我需要上粉底，但係我亦都唔想太大負擔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到佢。佢出嚟嘅妝感咧都係好自然嘅。咁我翻工嘅日子用得最多啦，因為翻工你一日上八個鐘嘅底妝，我自己都唔想皮膚太大負擔，咁亦都快靚正嘅情況下咧，用佢係最 ideal 嘅。咁呢個我之後應該會拍翻一個翻工嘅妝片去同大家再詳細分享啦。咁但係，我就喺度都略略講一講，今年如果真要揀一個 cushion 嘅咧，就係佢，我係最中意噶啦。咁之後下一樣咧，就要講呢個遮瑕膏。遮瑕膏咧，今年我試咗好幾支，咁最後出嚟嘅結論咧，最中意就呢兩支啦。一支咧就係 Armani 呢一個 Power Fabric 噶啦，另一支就係 Charlotte Tilbury 嘅 Radiant Concealer 啦。咁其實呢一支咧，我應該係2022年尾嘅時候已經開始有用到啦。咁反而 Armani 呢一支咧就係今年先試嘅。咁呢一支咧，我就會冬天用啦。呢一支就係我一年四季都啱用嘅 Power Fabric 呢一支咧，个妆感系比较自然雾面，唔会有光泽感。Charlotte Tilbury 呢一支咧系光泽感比较重好多，亦都滋润度高好多嘅。如果你系需要一支一年四季都啱用嘅话咧，我觉得 Armani 系比较适合啦。咁但如果你系偏干啦，眼底嗰啲容易有眼紋嘅話咧，其實 Charlotte Tilbury 呢一支咧都係我用過滋潤度高得嚟，個妝感自然，coverage 都算高嘅一款嚟嘅。我之前都有講過啦，有啲 concealer 咧搽咗上面，但係你冇用 foundation 嘅話咧，睇落會太明顯喺個眼底度，或者 blend 得好唔自然，個妝感係太重嘅。呢兩支咧都完全冇咁嘅問題，我都係可以齋搽 primer， 跟住之後用佢而 set 碎粉，唔需要任何 foundation 咧都睇落好自然啦，令到皮膚細緻咗啦，要遮嘅位置完全遮到啦，眼底啦、鼻翼啦、T 松位置或者暗瘡位置都可以用到嘅一支嚟嘅。咁所以呢兩支都係一支全能嘅 concealer， 只不過係呢一個會啱冬天用啲，呢一個咧就一年四季或者你夏天油性肌膚都啱用嘅一款嚟嘅。咁今日咧我就會用呢一支啦。咁 concealer 不如 zoom 埋嚟俾大家睇清楚啲啦。你見到啱啱咧 shimmer 個底妝咧，你睇呢個光澤真係靚到咧，係天生好皮膚嘅效果。咁啱啱上妝咧，其實會感覺個光澤感重啲，但眼啲慢慢定落嚟，同埋過多幾個鐘咧，佢就會自然好多噶啦。咁我 concealer 咧都係同平時一樣啦，就算有搽粉底或者冇搽粉底咧，我都會主要喺眼底呢一個位置啦、鼻翼啦、T 松，再拉落嚟，再加嘴角。之後啦，另外我都要介紹呢一個 Picasso 韓國品牌嘅一個 sponge 仔啦。呢一個咧，其實我啱啱去韓國嘅時候買完之後咧，一盒有四定五嚿啦，我係非常之中意用。我主要會用佢嚟擦 concealer 嘅，因為我覺得佢夠細啦，同埋佢印開我呢啲位置咧，可以做到好貼服。啲角又啱啱好，個 design 係一個非常好嘅 design， 好快就可以上到呢一個 concealer， 特別喺眼底啊、鼻翼呢啲位置 blend 開得好貼服、好自然啦。咁有時咧，我會再喺一啲我需要按壓得更加勁嘅底妝位置咧，就再印多幾下嘅。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 sponge 咧，比起平時用嗰啲白色 sponge 咧，係更加襟用啦。更加貼服啦，同埋佢嘅質地係非常之好，佢唔會話真係印走曬我啲 product 或者食曬落去個 sponge 度。同時間咧，佢係好快咁樣可以 blend 開我需要遮嘅位置。今年咧，我嘅上妝習慣就有少少唔同。以前嘅我咧係會上曬成個妝之後先再搽碎粉嘅。咁但係因為我個澳門 best friend 化妝師咧就同我講話，其實你定咗妝之後先再上任何嘅眼影或者粉狀嘅咧，其實係會更加冇咁容易邋遢嘅。咁今年嘅碎粉咧，我最中意咧都係有兩款嘅，分別就有都係 NARS 嘅 Light Reflecting Setting Powder 啦，同埋呢個 Laura Mercier 新出嘅 Translucent Loose Setting Powder Ultra Blur 啦。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又係 Laura Mercier 嗰條片咧已經介紹過啦。對比起佢舊嗰款咧，呢一個 powder 咧係冇咁乾啦，保濕度高咗啦，但係佢嘅粉質又會更加細緻。自己兩個都仲有用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當我如果需要一個好完整無瑕嘅底妝嘅時候咧，就會用到啦。咁反而 NARS 呢一個咧就我日常用得多啦，因為我中意佢嘅粉質夠細緻啦，佢嘅保濕度啱啱好啦，唔算話特別高，亦都唔算話特別乾，但係啦，佢做出嚟咧
好幼細冇乜粉感，同時間咧有呢個折射光效嘅效果咧，係我最中意嘅。其實 NARS 一個我都用咗好幾年嘅啦，我自己中意佢 compact 嗰款咧，即係碎粉餅嗰款咧，我嚟出街補妝。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我依排日常或者呢一年啦 ，even 夏天嘅時候咧都用得比較多。由於咧我今日嘅底妝係比較滋潤度高啦，咁我就唔需要個碎粉太高滋潤度，亦都因為我今晚會出去食飯嘅關係咧，我亦都想令到我嘅底妝或者全個妝睇落全日都好靚。好無瑕咧，我今日就會用到 Laura Mercier 呢一個啦。其實咧，呢一個碎粉掃咧，我已經用咗好多年嘅啦，我都好少真係特登去買碎粉掃新嘅碎粉掃，因為我覺得呢一個都已經好 fluffy 夠用啦。咁我就直接上面，本身呢一啲油光咧，佢係即刻暗咗 matte 咗啦，但係佢嘅毛孔咧係叫咩磨皮係啦，磨咗皮嘅感覺嘅。好啦，咁我而家成個底妝已經完成啦，咁其實係一個好乾淨。我自己覺得好乾淨嘅妝效嚟嘅。咁眉筆咧，今年終於有新嘢啦，唔再係 Anastasia， 唔再係 Chimera 啦，就呢一支 Hourglass 嘅眉筆。呢一個咧係我用緊第二支啦。咁同平時一樣啦，我都係中意用呢一啲呢叫咩啊 ？Arch 型嘅眉筆啦。咁另一邊咧，我一定要有個掃嘅。咁我自己咧，多數上任何嘅妝之前咧，我都會先掃一掃翻條眉。掃翻順啲眉毛啦，咁畫眉咧，其實我都每一次都講，我係冇任何嘅技術可言啦，我都係掃翻一條直線，跟住之後喺個眉度再拉翻個靚少少嘅角。咁其實咧，我係真係最近諗緊好唔好去紋眉噶啦，因為我覺得咧，我每日依家其實化妝雖然用緊五分鐘啦，佢用得最耐嘅時間咧，就係喺畫條眉嘅。時間咁，如果紋埋眉咧，其實我可以連五分鐘都慳埋，變兩分鐘就可以翻工啦。咁呢一支眉筆點解我咁中意咧？係因為我覺得佢個色啦，好自然啦，佢唔會太顯色，所以唔會話你搽好多或者好似我咁係咁掃咧，都會掃到好黑好實嘅，偏容易。handle 嘅一支眉筆啦，咁你見落好快咧，都因為佢又唔係完全冇色，但係佢又唔係實色到你一掃多咗就好容易出事。咁我自己係都幾中意呢支眉筆嘅。等等，咁我就已經畫完眉啦。咁到眼影，眼影分別咧就有呢三盒。咁首先第一盒就係我日常翻工用得最多啦，就呢盒韓國品牌 Hints 嘅。咁你見咧，其實佢係啲好 nude 啦，偏大地色嘅一盤。五色眼影啦，五色其實咧係比較少嘅，平時都係四色多啦。咁我自己咧好中意就係單用呢一粒愛嚟化成個眼影，咁就乜都唔加就愛嚟翻工噶啦。咁呢個我遲啲再上俾大家睇啦。之後第二盒咧就呢個 Luna Soul， 早排好 hit， 我亦都頭半年用得好多，買咗翻嚟之後用得好多嘅一盒嚟嘅。咁你見咧呢盒其實我都已經喺有幾次嘅最愛片有介紹過啦。佢係非常之閃，好日系嘅一款眼影嚟。韓國同日本唔同嘅分別咧，就係日系嘅眼影佢嘅閃同埋佢所有嘅。粉質咧都係比較透明度重啲啦，韓國嗰啲咧佢係淡得嚟容易 build up 多少少嘅。Luna Soul 呢一盒咧就係我平時可能約會啊或者夜晚出去食飯嘅時候會用到，即係一啲都係偏淡偏自然，但係佢閃得好勁嘅一款嚟嘅。咁如果要化一啲濃啲嘅妝，譬如今日咁啦，就會用到一啲歐美系嘅眼影啦。咁歐美嘅眼影咧就有呢兩盒同大家推介。NARS 嘅眼影我不嬲都好中意啦，因為佢出嘅色咧嚟嚟去去都好靚，同埋佢嘅粉質又唔錯。咁我今日都會用到呢一盒噶啦。呢一盒其實好似唔係佢今年出嘅，係上年嘅 Summer Collection。咁我自己好中意，因為我覺得佢嘅金啊、啡啊都做得好出啦，好啱亞洲嘅肌膚啦。同埋佢上妝咧，我自己唔可以化啲太濃、太 smoky eyes 嘅。咁呢一個啡得嚟，佢都偏濃，睇一啲好 party makeup look 咧係啱啱好啦。咁另外啦，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 Natasha Denona 嘅眼影。咁我亦都有幾盒係好多色啦，咁但如果你講今年我真係要揀一盒嚟講咧，我就會揀呢一盒啦，因為呢盒咧其實係一個 palette 嚟嘅，佢係可以化曬眼影啦，有胭脂同埋 highlight， 因為佢呢一盒嘅色通咧偏玫瑰金啦，而 NARS 呢一盒咧係偏啡偏黃金嘅，咁我其實今日都考慮咗一陣，我究竟應該用佢啊定用 NARS 嗰盒，咁但係因為我今晚會著嗰條裙咧都比較誇少少，咁就要再勁啲，咁如果真係去到最勁咧，我先會用到 NARS， 但係平時如果我係需要一個都似翻自己嘅樣，但係亦都
哇，好似好高貴喎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到佢啦。咁我化我最化得最密嗰個啦。咁首先咧，我就會用呢一粒。先講埋眼影素啦。眼影素咧，今年我試咗都係呢個 Picasso 嘅品牌，呢、這個白色嘅系列啊，佢唔係 Picasso 喎，呢、這個係 Philip Millie 定 Philip Willie。韓國的一個化妝素的品牌啦，你在 Olive Young 那些一定會找到的啦。那我自己最喜歡這三支呢，就因為這一支我來整個眼底大範圍地擦啦，這一支圓圓地就擦眼角啦，這一支平透一點就我來擦下眼尾啦。那基本上呢，有這三支我都可以走天下的啦。那它的密集度和它的毛質都是非常之好，它不算貴，是拍得住 Real Techniques， 也拍得住那些我以前很喜歡用淘寶那些大陸品牌呢。但是淘寶的大陸品牌我就沒有再買了，反而我就用這個，那個 quality 更加好，更加襟用，而且它價錢真的比較親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推介。它這個素密集得來又滑呢，都很 blendable 的，你見佢咁顯色，我就算攞好少咧，佢嘅抓分力都比較強啦。之後啦，我就會揀中間一粒啡色，愛嚟做雙眼皮嘅主色，打橫擦喺雙眼皮嘅位置，用翻同一隻色，愛嚟擦喺下眼尾。我以前咧多數會用最深嘅色愛嚟擦喺下眼尾嘅，但係今年嘅我咧會用第二隻色，即係擦喺雙眼皮接嘅位置嗰隻色，我嚟擦埋喺下眼尾。因為我覺得之前我用最深嗰隻咧，就成日都化到太黑太實，我唔想太濃嘅妝嘅時候咧，就會翻用翻第二隻色或者第一隻色添嘅。咁到最後啦，又唔係最後嘅尾二啦，就會用呢、這、一個，就攞最深嘅呢一個嚟做翻個輪廓。我喺眼尾嘅位置，淨係三分之一。轉圈，如果我平時不化咁濃的話咧，我多數都會可能 skip 咗呢個眼尾的位置。我直接用第四隻手指捽呢個金色，擦喺眼中間。咁另外咧兩個比較珠光白嘅色咧，我就會擦喺下眼頭同埋呢一個位置啦。咁但係咧，我今年有一粒我非常之中意 Suku 嘅單色閃閃啦，咁所以我就唔用嗰盒，我想撕埋呢盒俾大家睇嘅 Perfect 嘅珠光白閃。令到成隻眼咧會睇落好水汪汪啦。雖然我而家係日係 mix 緊歐美嘅眼妝，但係唔緊要，最緊要係你化一個自己中意嘅效果出嚟。而我覺得佢呢一隻咧，可以將我成個好誇張、好誇張嘅歐美妝拉翻貼地少少，襯翻我自己本身亞洲人嘅妝感。我就會直接點埋喺呢個眼頭，呢、這個閃真係好靚。如果大家都係中意咧呢啲化下眼底，你睇下個水光感幾勁，真係懶係有卧蚕嘅效果，令到你成個妝、成個眼妝睇落温柔啲嘅話咧，呢粒一定要買。咁由於我植咗眼睫毛嘅關係咧，我就唔會搽 mascara 啦。咁其實今年我由翻工之後咧，都 keep 住有植眼睫毛，咁我就都冇試過啲咩新嘅 mascara 啦。眼線筆咧分別就呢兩支，一支係 liquid 嘅，一支就係眼線膠筆啦。眼線膠筆我今年用過最好用就係 NB 日本呢個 drugstore 品牌嘅，佢唔係有 crossover 其他 brand 冇喎，佢真係齋 NB。NB 嘅產品我覺得我最滿意就係呢支眼線膠筆啦，好滑啦，個黑色度顯色度係夠實啦，亦都唔會好容易甩落眼底啦，拍得住 Kate 嗰支嘅 ，Kate 嗰支但係就太幼，好容易好快就用完。咁呢一支係再粗啲，即係佢筆芯係再粗啲嘅，咁所以就啱平時畫內眼線用啦，咁我就唔會用佢嚟畫外眼線。咁而家亦都係個眼睫毛仲植得比較完整嘅時候咧，我都唔會畫內眼線住，因為我一卸內眼線咧就會令到我成個眼睫毛好容易甩啦。咁之後啦，外眼線咧我最近最中意就 Love Liner 呢一支 Pokemon 金色，因為咧其實佢唔係黑色嚟嘅，呢一個係3E1。啊，總之是偏深的一支啡色啦。我用了這一支啡之後呢，我少少翻不到用，翻不到轉頭用黑色的外眼線液，因為我覺得黑色很實同埋太 strong 啊個感覺。我會比較偏向用這一支偏啡深啡自然啲。係啦，我諗我要講埋佢個數啊，佢個數係實得嚟，唔會話好彎唔到、勾唔到一個好靚嘅眉，佢做到都唔會淋到你上唔到色，又或者喐一喐咧就歪咗。咁最近咧，我畫眼線咧，我都淨係畫個眉啦。咁我就都係咁樣，你見咧呢一隻色根本上係我好多手畫幾次
都唔會出事，同埋佢咧硬得嚟，佢呢個尖度咧唔會好容易扁咗，佢唔會分叉咗我個眼尾。好啦，我講唔到嘢啦。一支應該係我有史以嚟用過 handle 得最好嘅眼線液啦，所以我永遠都可以用呢一支勾畫一個好精準我想要嘅眼線效果，但係其他嘅任何眼線液咧，我都需要修补的，这支是完全不用。咁好了，我已经讲到开始攰了，因为这条片已经拍紧第二个25分钟，之后拍了一个钟了。咁胭脂咧，今年咧我就有三个是非常之中意啦，分别有 Laura Mercier 嘅 Chai 啦，呢一只咧系偏奶茶色嘅。上年嘅我好中意 Ginger， 因为 Ginger 偏橙啦，但今年咧我想做一个温柔嘅效果，咁所以 Chai 系我用得最多啦。Charterbury 嘅 Liquid。佢呢個係 Pillow Talk， 係好温柔啦，但係同時間好顯色嘅一個乾燥玫瑰粉紅嚟嘅。我今年冬天用得比較多，因為冬天我中意用 Liquid Blush 多啲嘅。咁呢個都係啦，我翻工成日會用。咁我下次再試俾大家睇呢條片，唔講住啦。咁最後啦，就係我 Party Look 啦，又或者一個比較要見人嘅時候用得最多嘅胭脂色，就有等等呢一盒。NARS 嘅 Orgasm 啦，咁咧 NARS 嘅 Orgasm 咧呢一粒咧其實係佢嘅改良版啦，都有聽我講過啦，不嬲都好中意 NARS 嘅 Orgasm 呢個胭脂啦，應該係我咁多年嚟最中意嘅一款啦，因為佢嘅粉紅色做得唔會話太少女，佢會偏橙少少，同埋有啲 highlights 嘅效果咧，我覺得係你想做到成個妝睇落好活潑，但係又咩妝咩濃妝都襯到咧，呢一個係完全冇得頂啦。咁佢今次改良版咧，其實係個粉質再幼細啲，佢個閃咧冇咁誇張，同埋個粉紅係再出少少嘅。佢一隻好少有嘅粉紅係黃皮同白皮都啱啦，睇落你成個人咧皮膚自己滲出嚟嘅一種粉紅嚟嘅，唔會話特別少女感好重啦，唔會太成熟啦，係一隻。一年四季乜嘢場合都啱用嘅胭脂色，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咧，咁多年嚟，講緊我16歲開始化妝開始咧 ，Orgasm 都係我最中意個胭脂。咁依家佢有一個改良版，個粉質再滑身咗啦，閃冇以前咁 party look 咁足，而係細緻咗嘅時候咧，都咁所以佢都變成我用得最多嘅一啲 full makeup 嘅胭脂色啦。之後啦，今年已經完全唔使再戴口罩啦，我就搽翻呢個 highlight 多好多啦。咁 highlight 咧，我今年用得最多就分別有呢兩個。呢個是我買完呢盒的時候才用得多的，咁我今天都會用呢一個啦。呢個就是 Hourglass 嘅 Face Palette 新出的，我買呢盒嘢咧，真係純粹為咗佢個 highlighter， 因為佢 highlighter 好靚，係直情靚過佢平時出嘅 highlighter。佢呢個冇得單買，咁所以我成盒咁樣買咗啦。同埋佢好少咧，有一粒 matte finish 嘅 bronzer 啦。咁所以呢一個 palette 咧，成盒咧，我係非常之推介。基本上，如果今年我要用得最多或者最推介嘅兩盒 Face Palette 咧，就係佢哋啦。咁我就會好。細好細咁樣 build up 上去啦，但係見唔見到呢一粒嘢咧係好自然，我好中意呢個 highlight。試下點喺個鼻度俾大家睇，見唔到即刻 pop 咗，好自然。其實我都形容唔到我今年中意啲乜嘢類型嘅 highlight， 但係呢一個係我最中意嘅咯，可能係水光感，又係水光感。令到成個輪廓更加深。咁但如果大家唔想以一盒咁樣嚟買咧，我另外最中意嘅 highlight 咧就會係呢一個。呢個係 Benefit 嘅 ，Benefit 嘅 highlight 包都好靚啦。我幾年前最中意就係個 cookie 嗰個啦，做出嚟嘅效果係好閃、好少女同埋好誇張下嘅。呢一個咧蒲谷英咧呢一粒咧就係日常好多啦。自然好多啦，系我翻工嘅时候或者日常唔想个 highlight 太夸张，但亦都会想俾人见到我侧面嘅时候咧有啲光泽感嘅时候会用到嘅。咁呢个都系留翻我嘅 brook look 嘅时候再化啦。咁之后终于嚟到最后啦，最后咧我嘅 contour 就有呢、這、一个，呢、這、一个咧系我对上两年嘅最爱，呢盒已经系我第三盒啦。见到我开始 hit pan， 咁我就先会用翻佢同一个数，因为跟埋噶。今年其實冇乜點試新嘅 contour， 咁所以都係用翻呢一個啦，又或者會直接用 Hourglass 嗰個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如果大家冇諗住買 Hourglass 嗰個 palette 嘅話咧，咁呢一個就係我連續三年最中意嘅 contour 嚟噶啦。咁好啦，等我成個妝咧已經大致上 95% 完成，咁最後 5% 咧就係唇膏啦。咁我亦都講咗全年2023年，我講咗成年都話要拍呢個最愛唇膏，都未拍，咁所以我一定我真係。肯定我一定会在2月尾之前
出呢個最愛唇膏片啦，因為最愛嘅唇膏真係實在有太多，但我個嘴同埋化每一日嘅妝，我只可以揀一支嚟搽。咁我今日咧反而就揀咗呢一支 Armani 最新出214号色啦。我揀呢一支咧，純粹係因為我感覺好似襯我今日個妝多啲啦。都每次搽嘅時候都會有人問我用緊咩色嘅唇膏啦。咁但係因為始終真係唇膏，我化唔同嘅妝，日常妝、化濃妝、淡妝、唔化妝，我都有唔同嘅 combo 或者唔同嘅 texture 嘅唇膏，有一支最愛嘅咁。唇膏的最愛這條片真的不只是這支，我是有十幾支的最愛，分別不同 category， 分別不同色，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不在這裡講住了，我就直接上這個唇膏做一個完整的 makeup look 給大家看就算了。這一支唇膏我自己喜歡的話，是因為它不怕乾，它什麼 finish 得來呢，很顯色，可以做到咬唇的效果，或者是 Botox都可以好靚。反而咧，我今年咧中意搽得個嘴唇大少少。等等，就係咁。咁好啦，今日呢一個妝咧係比起平時濃啲，亦都係我近期如果需要化一個 full makeup， 同埋用曬我今年最中意嘅產品嚟化嘅。咁好啦，我希望大家中意呢一個妝，同埋都係多謝大家今日睇呢一條咁長，我講咗咁耐咁長氣嘅片。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